麻辣牛骨髓。真香啊。拜拜。来一盆原有的牛骨髓，这是纯原切的骨髓啊，看到吗？哎呦，上次我拿骨髓没等抠子就掉出来，老铁说：“哎呀，你全是鸡蛋糕灌的，这种就是糊大劲儿了，掉下来了啊！”你可以问问他们懂的，嗯。你自己看，鸡蛋糕它不可能会拉丝儿。你看那家伙，就这点孙子辈的，这就是最过瘾的了，一口上头系列。牛骨髓，
这还像鸡蛋糕吗？看着。红毛虾，我吃的是3-4的，在要自己吃的情况下，派5-6的就可以了。哎呦，这满黄的大虾脑，嗯，来个冰渣。这虾脑太香了，浓香浓香。这品质绝了，请你家的红毛虾，兄弟们，咱就放心拍啊！咱家的红毛虾都是特级的红毛虾。